放那个红泡沫，然后还有三个小球。还有配件，还有扳手，然后在下层还有三档。三根较长的话，它是支架来的，然后这个是装那球的，然后我们配件全部在这里了。我们先拿开，先拿出这个。这个有一边是可以转动的，我们先把这个扭出来。这个是灯，这个转你出来。然后我们这里是有螺丝的，我们把这个螺丝扭。像我们刚刚就一个个的把它扭进去了，然后这里有三个螺丝的，我们都扭好了，然后我们用扳手，然后我们用扳手把它固定紧。这我们有个扳手的，配送个扳手，然后把它固定紧，个脚。好，然后我们装好了，下面我们现在就是先把这个螺丝给它扭上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一个个来固定，一个个固定。我用扳手去固定，像考虑到这个线这里不好固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的，可以把线穿过这个套筒里面去，就这个扳手里面去，再去固定的，对，就这样固定的。好，你那边放手，搞成一个形状，然后开始固定住。分别扭紧，像加，然后我们分一下离火线，红线是火线，然后蓝色线是连线，然后对接到这个下面这个支架的离火线，红色就对红色，这样，很简单的，就这样，固定住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有配有那个螺帽，就直接固定起就可以了，看到吗？直接扭好就可以了。对，防止它碰头，对吗？就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。它这个铜线它是会扎手的，所以说在安装的途中我们就尽量小心一点，不要把手给刮伤了。对，当我们装好之后还是要检查一下，就是是不是红线跟红线，蓝线跟蓝线，这样就不会死碰头了。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线这样塞进去，塞进去，对，放好。然后我们开始，像我这三个角是这样搞，球是装在最下面这里的。